年级能再排一起用刮刮乐生活一天吗？这次刮5000，5000块的刮刮乐，这让我享福去吧。首先你得花5000，不知道亏多少，然后还得全部花完。我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享福，你们让我吃点苦行吗？这胃从哪就一个土粉，上次刮10000，这全没了。你这死样，万一你今天化身掌管刮刮乐的神中个大奖呢？对，我睡了那么久就是为了今天。都买好了167张30块的。别哭，你看一下那几个字，全当做好事了。那救救我呀。开始刮了，今天这里面必出大奖。你能回一半就不错了。开始刮，30、50、20、30，居然小赚！别总说咱刮保安区呢，没刮。今天的我可不是曾经的我，看到没？30、1620的刮刮乐，刮出900块，亏一半，你咋还这么开心呢？比保尔现在多90呢。跟着你好不容易可以享受一回啊，这钱怎么花好呢？走，来超市干啥？我们直接去大饭店啊。咱今天把这钱花的值得一些，这个来5000，这个也来5000。你买这么多牛奶干嘛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个来5袋，再来5000，800块。不好了，老板。是你到底要干啥呀？不是，你就知道了。到了，儿童福利院，人家捐了尿布，还有捐了好多玩具。快快搬。原来是给孩子送礼物，把捐赠的礼物都摆放好。虽然只是绵薄之力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。天气凉了，心却温暖了。怎么样，这钱花的不比吃喝好啊？是比吃喝好啊。第二次了啊，还是54张，看这回能挣多少。我蒸馒头蒸口气，给我中个大奖行不行？哎呀，这手啊，连续这么多张都不中啊。这是为中大奖铺垫呢。刚才你看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。真给他铺垫上了。还有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、700、800，就没1000。咋这么大？头一回，看着没？我就说了吗？大奖，大奖。我记录一下，把好运分给大家，剩下的也继续都刮完。1620，刮出1980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对啊，是啊。走，再带你去个好地方。老板，你这24瓶的多少钱一箱？32一箱。32，买60箱。这么多钱，要去哪？你跟着就行了。老板，钱过去了，一会儿我打个车，完你跟着我们走。可以，可以。到了。消防站啊。啊，都行，那边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快放，快放。跑到马路上去，不得了。那得快点儿！总共60箱水，天琪和师傅都全部搬运完毕。师傅辛苦了，你们辛苦。哎呦，师傅，买了些水放门口了啊。然后那个你们说说。你跑啥呀？快点，又追过来。他不要是吗？那想着来消防站送水啊？那男朋友保护我们，那平时训练老辛苦，我寻思送他们点啥，感觉他们啥也不缺。买点水吧，比较实在。走，那我们找地方刮第三个刮刮乐。走，看看第三叠的刮刮乐战绩如何。今天也刮过了把瘾，过了把中奖的瘾。妈，那时候喜悦，哎呀，这要是中100万，我不得嘎过去啊！瞅这点出息，1620刮出910，果然奇迹只会出现一次。这也不错了，这比早上那900还多10块。这是买啥呀？啥实用买啥。你这是真实用啊。过去了，走，跳车。三级的联合会，咋了？关门了？放门口。你好，有人吗？你好。你大半夜这样，我跪下来。下雨了，铺个防水布。搁这儿应该不挡路。不挡，不挡。为我逐渐随风扬。太沉了。这几天一直不停下雨，再给师傅请个不问您雨，把四周都用不裹紧。那冬天都好，那应该也不问您似的。哎呀，风的好啊！
哇，那咱俩咋整啊？我留了5张刮刮乐，150，看咱俩能不能整点好的。整。老师，咱俩有饭吃了。不对，咱俩还得坐车呢。刮刮乐，刮刮乐，我劝你，你这样不好。这样那样。换一张刮。不是吧？这一用到我身上就没有了吗？不行，就吃泡面。饿不死啊。至于吧？5000块钱刮刮乐，我俩吃泡面。你说咋整？三十，够买泡面了，够吃沙县。你的运气果然还是你的运气。50块钱打车，30块钱吃饭。咱把那刚才大米挖出来一碗吃吗？真香。本来可以吃大餐的。你就说这5000块钱刮的有没有意义吧？有，特别有意义。那不就得了？今天老开心了。开心，真开心。这5000块钱刮刮乐应该是你刮的最值的一次。吃饭都变香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